这游戏的名字叫做《僵尸老人》，僵尸圣诞老人。直接开始游戏了。你们看到这个产量这两个字，你应该就知道这是哪一家做了吧？1407有没有？赞不赞 ？Santa, I don't know if you have been naughty or. 他那个音乐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哎呦，我跑好快啊！这是哪里啊？这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怎么捡东西啊？干嘛？捡东西 ？What do you want for Christmas？ 那就是……等一下，可不可以啊？急死了！你要做到。圣诞节该做的事情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就是什么洗袜子、煮火鸡，然后啊，圣诞节还能做什么？游戏怎么那么挤，这么紧啊？What do you want for Christmas? Bang! 我的袜子呢？粗制滥造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的。我最喜欢这种粗制滥造垃圾游戏，玩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没有任何该注意的事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在干嘛？还要玩记忆拼图哦？Всем привет, друзья! Меня зовут Павел, ты на канале Стрём ТВ. 我在游戏中解了谜之后，没有任何游戏中的奖励，然后要坐在这边被强迫看他们家做的游戏由别的实况组玩的片段，来帮自己家打广告。好，好，可以。Need the code. 我们耐着性子再解一下。好吧，耐着性子。我记得玩他们家游戏好像也有一个九宫格，烂死了！怎么都是一些曾经经历过的一些，到底该怎么讲啊？阿金又再一次的耐着性子完成了一个游戏。如果死掉全部重来，我就不玩了。我死啦！哦，可以吃补血啦！哎，有记录哎。有八个礼物，然后圣诞老人永远挤在那边，好难走路哎！圣诞老人能不能滚远一点啊？怎么开门会把道具卡住啊？
其他东西烂。他道具会跟门卡在一起，然后圣诞老人就跟走道一样宽，你就挤住了，然后每次开门都不是往里面开。I am Santa， 就是往外开。I don't know if you have 脑子打到了，这是不是啊？脑子被门夹过。剧本、欸。他就在笑我们付钱给他买垃圾游戏，你们信不信？他在嘲笑我们呐、啊！我有八个礼物嘞，要总共要几个啊？I don't know if you have been naughty. 成就叫熟练的假货又是什么意思？ I wish you all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成功了就是圣诞，真的圣诞老人出来了。好，好了，有一个开心的结尾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恭喜恭喜员外生下了一名壮硕男丁。他妈这些球怎么小了？干！这家公司做的东西，我是都会买来玩，但有的时候我都会玩到有点火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所有的这些谜题，对不对？每次都在游戏中同样的东西都会再出现，比如说那个九宫格，每一款游戏它都用一次。我每次传这个影片到 YouTube 上面，就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的那种烦躁感。虽然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但我就是要把这种心情传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我不好过，你们也感受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要把恶意传播。每次阿金都玩得好烦躁哦，现在你们也懂了，这样子，谢喽，谢喽，不谢不谢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要多少有多少。